节目现场当中，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好朋友来节目，跟大家聊聊跟我们的新传公益哈有关的相关的活动。今天非常欢迎当邀请的是我们的高都资深青商会的会长邱志清会长。邱会长你好。你好，安琪好，各位听众午安。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秘书长王彤秘书长。Hello， 秘书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我们的新传传新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呢？今年的一个活动主轴叫非五星传以爱传新的活动。刚刚杨姐了解一下，这个资深青商总会呢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举办的这个新传奖，叫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是吗？请会长跟大家讲一下。是的，我们是中华民国资深青商总会在举办的这个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对，这个奖从民国82年已经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办了25届，举办了25届，也产生了274位的新传大师。哇，那这些新传大师他的被授奖的原因哈，是因为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评，还是因为他的一个特别的技艺，还是他的一些他有什么样独到之处才会获得新传奖呢？新传奖他我们目前是有12个奖项，那这12个奖项里面呢，首重最主要的就是要保留我们的最中华文化传统的技艺，比方说琴棋书画啦，或者是说一些雕刻啦，民俗的技艺，在地的我们在地的一些，比如说客家，像台湾的基本的那种文化，是客家文化啦，还有歌仔戏，是这一类总共12奖项啊，包括武术也是武术也是阵头。正头也是技艺奖，也是技艺奖，对，民俗技艺奖，民俗技艺奖，所以它的分类分项是蛮多元的，对，所以包含像是有没有一些历代新传大师啊，可以跟大家稍微举例一下。哦，新传大师的话，比较著名，曾经得过奖的有最早的我。因为有274位嘛，对对，所以可能说一些大家比较认识的，像成龙大哥，对，魏兆南大师是，然后还有得过终身贡献奖的杨丽花，杨丽花寡喜，然后还有这个还有金庸啊，你看终身成就奖，终身成就奖啊，还有杨慧山，杨慧山大师，杨慧山大师也是终身成就奖。是，那像我们在地的，可能今年因为文化中心有办一个属于传统戏剧的一个艺术季，春天艺术节，对，春天艺术节，其中有一段就是应该说特别宣传几个节目，都刚好都是歌仔戏、歌仔戏的部分。然后歌仔戏里面春美秀琴，还有一星，还有陈昭，然后像那个明华园，然后陈胜在，这些的都是我们的新传大师，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技艺跟那个中华文化的艺术以外呢，必须要有传承的动作。也就是说，你要有教学生。教学生。对对对，世代传承。对对，世代传承，不可以说我教我儿子，儿子再教孙子，这样不行，这不算新传奖。有传承没错，但是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让更多人学习来学习。对，是。然后，而且我们现在有发现，在武道。民俗武道奖的部分呢，已经有结合我们东方跟西方的人文因为要上国际的舞台，包括我们的正头义正的部分，德国新传奖的那个也都是已经有加上新的那个流行文化跟现代的元素在里面。OK， 所以比如说到中国去比赛，也表现得非常精彩。是，那我们的团队不管是到欧洲、韩国、日本。好，那美国各个国家去比赛，通常拿到优等奖或第一名的几率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是，就是有结合，包含传统的，包含现代的，对，包含东方西方的一些精髓文化，可能做一些结合，让传统更凸显它的美。
跟它的特色，是就是我们南台湾人吼创意无限的一个表现之一啊。是是是。OK， 那这次的活动在8月1号、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即将在分别两个地方，对不对？哈，可以请我们会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活动。我们在8月1号的晚上哈，是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志德堂。嗯哼。我们6点半进场。7点到9点呢，有2个小时的演出。嗯哼。8月2号呢，是在屏东艺术馆。对。进场时间一样是晚上的6点半到7点。是。然后7点到9点就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演出时间。对。这次的团体非常的多。那秘书长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次你们的活动邀请到哪些著名的团体？是，好，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刚刚会长有提到我们的演出时间就是2个小时、嗯、我们就是找了不同的元素的团体。哦、那其中大概我们是找5个团体。嗯哼。那因为前面讲说这一次的活动就是跟新传奖去做结合，所以我们是会用找新传大师，对，跟他的团队，嗯哼，再加上在地的一些比较新的年轻的团体去做结合，是也是希望说能在舞台当中去做一个交流。OK， 对，能够把真的文化的部分大家就是能够传承下去。嗯哼。那新传奖的新传大师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找了2位。嗯。那其中一位是王金满老师，那他是在客家文化的部分，嗯哼，有非常多的贡献。是。那他的团队是他现在是担任副团长，蓝山乐舞团。蓝山乐舞团。对、嗯。那这个他们就是在六堆那个地方，算是第一个成立的，同时有歌唱跟舞蹈的一个艺术团队。所以是以客家歌曲、客家舞蹈为主。是是是是。对，那因为我也是陆陆续续跟他们接触才越了解越多。那他们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就成立，嗯，到现在也是非常久的时间。对，那他们就是也是受比如说客委会啦，或者是说一些团体的重视，也代表国家有出国去做一些访问，去做一些巡回的演出这样子。是是是。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的团体呢？好，那再来的话，第二个节目会是高雄的在地的一个叫做种子音乐打击乐团，他们的演出。是。那他们的年龄就比较小、就是以学生为主、可能是这个国中以下，甚至是学龄前的小朋友。是。那我有跟那个他们的总监有问过，他说这一次的演出年纪会上台年纪最小的可能只有4岁。啊，四岁？四岁。四岁。可以打得出音乐来吗？还有1岁半的哦。对，他说可能还会有一个1岁半，然后可能要看当天的状况，他也会上台。我有去看过他们的演出，就是会你会觉得说很可爱，是啊，就小朋友全心投入在那个音乐，你就看那个动作非常的卖力 ，OK， 然后甚至有可能说，旁边一半那个已经被 Q 下台了，他自己还在还在打，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对，失控，对，小孩是，然后就是总监还咚咚咚咚又跑上来把他拉下去这样子 ，OK， 对，所以就是有童真的一面，对，也有专业的一面，是，就专业的团体，你们这次邀请也很多，也很多元，对不对？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再来的话，我们上半场最后一个团体是HPS 舞蹈剧场、嗯、那他们的演出的范围蛮广的，他们就是同时有我们一般讲的民俗舞蹈，嗯哼，好，那有一些热舞，好、嗯、拉拉队现代舞的部分，对，他们都有做这样的呈现。是。对，那这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这个礼拜嗯，就是他们的艺术总监谢佩珊老师，他刚好就是带着HPS 的团员到韩国去参加比赛，哇，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对对对。那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比赛的结果、嗯、希望都是一切顺利。是是 OK， 对，哇，比赛回来马上接下来就是要表演，是，也真的是行程满档。对对，就补充一下上半场这三个团体像蓝山蓝山乐舞团，乐舞团，他们也是常连续，他们也是得奖王，嗯哼，也到了像到
对岸去六次，然后到韩国、日本去，这些国家其实都有 得到第一名的大奖回来。哇！所以等于也是把我们的客家文化宣扬到海外去做外交了。是是。那第二个那个种子，因为对种子它一开始的它虽然跟我们的传统艺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有结合工艺，对。那这个团体的张怡君老师哈，他是艺术总监，是，我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对。那很多的慈善晚会的义演，嗯哼，啊，他都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就是表演练胆识也好，然后也是把这个用音乐哈来培养他们的，培养这些小孩子，让他们的性情比较稳定，嗯，啊，就是用音乐的部分，嗯，之前是曾经在我们的叫做自闭症的 okay, 的协会里面服务了，哇，所以有点像是音乐治疗的一个区块，是，那也让孩子学习从小的一个专注能力，对对对对 ，OK。然后这个 HPS 的话，也是我们真的是也是在地 的舞蹈剧场，嗯，他们有获得过我们政府很多的补助，是因为他们在发展一种舞，我们他们在发展的是舞蹈的戏剧。是对，前上个月吧，还是五月份，嗯哼，好像六月份有一个龟，对，龟这个剧场是就有获得那个行政院的补助，也有得到奖项， okay, 所以他们是结合现代，嗯，也有结合一些传统，对对对 ，OK,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讲的，有很多咱台湾这样子都这些个机关啊，乐团也好，舞团也好，或者是传统戏剧也好，它都有加入现代元素，对对，那更能够结合现代年轻朋友的口味，是，对，也都越来越不一样了。是，包含在这一次下半场也很精彩哦。是啊，赶快秘书长讲一下。那下半场的话，我们是另外一位的新传大师刘光同老师，他所这个担任艺术总监的一个叫做国民大戏班剧团，是，那这个剧团它就是演戏杂技什么都会，杂技，对他们，所以你们在现场表演杂技，对，所以我们先杂耍，对，我们那一天的表演是会有这个部分，哇，对，那这一次哦，因为刘老师他呢，刘光同老师那边他就会觉得说这么样一个特别的活动，然后他就找一个他最这个花最多心血的徒弟哦出来，是，对，所以演出的时候就是会由张俊凯先生他来演出，对，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偏杂技的部分，嗯哼，对，所以这个团体的表演人只有一个人，对，就只有一个人撑全场，对，是。哇，这样才能看出他的功力是，哇，好精彩哦！而且他会跟现场的观众互动，是，哇，一定要来看一下哈。好，来下半场还有很精彩的哦。是，那我们这一场活动的压轴表演是由春秋歌剧团是担任这个演出。OK, 对，那春秋歌剧团里面其实如果有听过春秋歌剧团的听众可能也会知道说他们的当家小生陈佑佑，对，哦，他非常的厉害，嗯，那我也是昨天刚好他们有一个演出机会我就去现场听 OK, 因为我就是私底下接触佑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话很少，真的是小朋友，他因为他16岁而已，是，好，他就是很安静很有礼貌的一个小孩，是，但是一登台哇那个气势真的完全不一样，嗯，哦，一开口那个唱的声音然后准度那个调哇真的是非常好听，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姐姐阿姨会喜欢他，嗯，对。然后昨天那一段戏就是他在台上撩妹的一段剧情，对对对，我就觉得哇，真的跟台下是完全不同的人，哦，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OK, 所以这个活动里面上下半场你们各塞了那么多的活动哦，嗯，那么多的一个算是小单元式，你看上半场就三个，下半场还有两个，所以其实是很紧凑的，那每一个活动的内容也都截然不同，哦，来会长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子做编排，那每一个剧团其实说实在他们都可以撑起整场的戏了，是整场时间了，那时间上怎么安排？
所以其实会这样子安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高都资深青商会、嗯、那我们呢今年办这一场是第一次举办跟新传文化有关的、嗯、算我们分会自办的活动，所以要怎么样一下子让大家去了解到说我们这个所谓的新传传新 的这个里面到底结合了哪些，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让那个很多一点的团体来参加、嗯、那只我们这次只邀请两位新传大师做代表，对，那其他全部都是新生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就算是这个奖项或者是这个活动它也有那种新传的味道在、嗯、所以只有两个新传大师对领军，那安排上呢就是即使我们时间安排的并不会很紧凑，是节目会很精彩，对，因为它的架构我们就把它做得比较扎实，中间绝无冷场，每个团体都是拿自己最好的最精华的部分出来，是，对，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安排是有传承的意味，吸引更多不同的观众，嗯哼，有如果我今天只有办歌仔戏，对，可能就是只有歌仔戏迷会来哦，那我就会觉得说，嗯，那我这好像歌仔戏专场，嗯，可是这次的目的是不是？这次目的是新传文化中的专场、嗯，所以我们就会有民族舞蹈，对，因为我们有民族舞蹈奖，是，然后也就也有客家文化，是，也有传统戏剧，啊、哈，那。我们第二届就会交换了，可能就会有传统戏曲、嗯哼啊、然后其他的静态的像书画展啊这类的也都会举行，是啊，而且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一辈，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办这个活动，在规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有去看特殊学校、嗯、哼，那到了我了解到说高雄有成功特殊学校是啊，那还有人武、嗯、还有跟男子，还有男子，还有高雄，还有高雄，总共四家、嗯。那四家特殊学校里，我们班里目前我们这一届只就是每一届只想说，就是只能照顾到一个学校，一所学校、嗯，所以我们高雄这边就是找高雄市的成功特殊教育学校，是，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些小朋友，嗯，那我们。所以想说在有年轻人也有那个我们把年龄层拉得很大，嗯，等于是说各这个领域这个年纪的范围很宽，是他们都也可以来学习中文化，也可以来学习那个，也可以来关心这些漫飞天使， OK 啊，对，我们是这样子想的、嗯、是就是把观众群的那个年纪加大，范围变广、嗯、OK 这次还有加上屏东是吗？对，因为屏东艺术馆这一场的原因是因为我本人是屏东的屏东人哦，屏东的乡亲、屏东的祖囝，屏东的祖囝、然后就想说啊，回到我屏东市的地方，我们在艺术馆那一边、嗯、好让我们屏东在地的乡亲也能够享受到文化的洗礼， OK 然后25届哈，去年办的那一届、嗯，新传奖里面，两位大师，一个武术奖，对，一个就是客家文化奖，嗯哼，都是我们屏东的乡亲，他的乡亲也是得奖大师、嗯，所以我们在屏东也同时也去拜访了国立的特殊教育学校，对，所以这两所学校，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有我们会内的会员、荣誉会员、顾问，还有各我们资深青商总会一些分会，大家的帮助之下募集这些资金啦、啊。是，然后所以每个学校就是各捐10万元作为他们学校的基金。OK， 好，好，后来时间关系好，电台差不多，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我们现场两位好朋友各一个开杠哦，等会马上回来。乡亲时代，你有这个困扰无？哎呦，我即摆透早洗嘴，齿变得拢红红呢。你会有啊？牙齿愈来愈无健康，就亲像这位阿伯同款，透早洗嘴就开始看到红红啊。那是要改善，就要趁早哦。而且吼，咱推荐予你台湾专有的草本倒手芳，用倒手芳做的齿膏。这是有化工西医甲中医背景的左手香爷爷所研发的。咱来听左手香爷爷甲咱讲，
请问左手香爷爷，我们的长辈年纪大了牙齿都比较弱，那我们的牙膏有什么样的成分可以帮助他们做口腔的保健？哦，那个左手香的牙膏对老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牙龈、他的牙齿、他的口腔都是有很多问题的，而我们的牙膏主要含有左手香，它就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功效的成分。而且呢，我们不含三氯沙，不含氟，对健康有更好的功效。如果能够配合漱口水和左手香口腔喷剂，你会体会到它对口腔的健康有多大的帮助。那长辈口腔常见的红啊、热啊，这个可以改善吗？当然，只要正确的刷牙习惯，用我们的左手香牙膏和口腔喷剂，它就有很好的效果。听完左手香爷爷的解说，才知影咱台湾的草本植物倒手芳对牙齿有这么好的保健功能。相信南部的许多人拢有一个经验，囡仔时耳孔无舒适，阿嬷就用倒手芳替咱抹。即马左手香爷爷有一个左手香农场，无喷农药，提供上解顺的倒手芳。专业制作倒手芳齿膏，不含氟、三氯沙，就是要让你洗了安心。大家用倒手芳齿膏来清嘴齿，嘴齿袂红，清掉嘴齿旁的斑甲菌，尤其有食薰、食酒的朋友，更加爱选这组倒手芳齿膏，让你改善有体会的好齿膏。左手香爷爷研发的倒手芳齿膏，专门替咱是大人顾牙齿发红的困扰，两礼拜都有改善的体会哦，不含氟，是大人会当安心啊用。让你改善有体会的好齿膏，倒手芳齿膏现在就是有优待的活动，请卡0800-893-893 0800-893-893 0800-893-893 倒手芳齿膏0800-893-89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当这部现场现场时间中到12:46，你所收听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顺便跟大家讲一个活动，就是2019两岸广播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表演活动，第一场时间在这个星期六7月27号下午的2:30-5点，在高雄汉平酒店5楼浩瀚厅。第二场呢，在这个星期日7月28号下午的2:30-5点，在云林的3好国际酒店1楼的国际厅。那表演内容呢，邀请到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做一些精彩的演出，包含有一首大学宋江镇、云林布袋戏、花鼓镇、客家山歌、南音、闽南童谣、提线木偶、写书法，还有古琴演奏、梨园戏，还有张谱剪纸、树叶吹奏等等哈，那完全都是免费参加、自由入场的哦。那每位参加者都可以获得伴手礼跟餐盒一份，还有摸彩券。摸彩好礼有气炸锅、美食锅，还有24寸的精美行李箱等好礼。欢迎大家小揪哈来看表演拿好礼。那如果要报名的话，活动洽询专线是也是行销有限公司0800-764-222，0800-764-222哈。好，来我们活动现场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精彩好礼，欢迎大家参加。后来邓爱这波很甜哈，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高都资深青商会邱志清会长，还有我们的秘书长王彤哈。今天很甜啊，跟大家这回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新传传新的一个活动，在8月1号、2号，就是下个星期，即将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志德堂，还有屏东市屏东艺术馆来做举行哈。那当然活动很精彩，而且每一个团体都展现他的拿手绝技，还有新传大师做一些我们讲的，其实新传最主要就是能够将他的一些拿手的，还有他的一些精神传递给世世代代的子孙嘛，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那杨姐觉得很好奇了齁，那么多的表演团体，包含
受赠单位，你们怎么去接洽的？你们大概多久以前就开始了？秘书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哦，好，这个其实这个计划，会长应该是从去年底就开始想了嘛。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会长讲会比较OK。来，会长来讲一下。去年底的时候其实是还在，我还没有完全成，还没有完全成型啊。就是最早是只有一个构想，就是要把新传文化、新传讲这个文化搬上舞台，搬上我们高雄的舞台，然后让我们自己这个分会也能够主办一场这么样大型的活动。对，所以在找表演在找受赠团体的过程中，我们因为我之前有配合过慈善会的很多慈善活动，那我在想说，以我们高都资深青商会的宗旨而言，对，我们并不是慈善单位，是，所以我们本来在推广的就是文化艺术的公益，那我在，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说，文化艺术的公益应该是要结合一些弱势团体，对，然后我们顺便帮他们打广告 ，OK， 推销我们自己，然后也帮助他们，也帮助他们曝光率高一点，好，然后让大家能够借着我们的大型活动去注意到，哦，原来在。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弱势单位需要我们去关心。不过呢，我在想说，如果说是一般民间的团体，我们平常很多社团都会到那边去做社会服务嘛。对。那我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单位才会不被注意到，比较少人去注意到？是。所以那时候透过我们的协办单位里面有一位是我们的曾丽燕市议员，他们那边有一个助理，来跟我们说，可以做，你可以去看看特殊学校的状况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很多很多团体，就是弱势团体里面，我就去看了，我就决定要做特殊教育学校，是因为它里面全部收的都是中度。重度跟极重度的孩子，哇，是，那所以他们也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大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小孩子，这样子的，就是听音乐啊、唱唱啊、跳跳，没有办法，哎，对，这都没办法，而且会送到学校去读书的那个，都是，并不是说就是很多，其实很多都是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啦，对。那学校是一个最基础的，就像我们，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每一个奖项，每一位大师，他们一开始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教育开始。对，所以我就想到说，好，那我们来做特殊教育学校。我也试过哦，去问人家说，他们就问我说，你们这你们要那个要我们关怀哪一个弱势团体啊？我就说。成功特殊教育学校啊，伊讲啊，对的，嘛唔知呀，唔知。我讲你不去迄个，就是那个伊基亚那边嘛，伊讲有啊，讲啊的也边啊，从对面去更好。伊讲哈，说真的，没有人知道。OK， 对啊，所以就是说，越没有人注意到的，我们就越要去关心。是，所以才会说，那就这一次我们就是。来让社会大众注意到他们这两个学校，也就是高雄市特殊教育学校跟国立屏东特殊教育学校，是，那屏东只有一所啊。OK， 所以就是以屏东特殊教育学校去做捐赠，然后 对 ，OK， 那这些团体的联络呢？表演团体的联络应该也是蛮复杂的吧？对不对？那秘书长，你可以讲一下吗？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表演团体，我们。其实原本想的比较简单，那他这个活动就是像会长刚刚说，他原本其实就是一个构想，想要让新传奖能够上舞台，然后能够让我们高都资深青商会能够去有办出一些活动出来，在当地的这个社团里面产生一些特色这样。那可是随着这个活动一直去办去联络哈，一开始就变成说我们找的团体他是北部团体，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配合我们这一次的状况。因为他从北部下来呢，可能在这个预算上面相对的就会比较要会比较多一些。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就开始去找其他的方向。是，
然后联络联络联络，哎，就也同时有一些可能有会长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一些理监事的想法，哦，进到这个活动里面来，嗯，然后就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演出的状况。是，那联络是真的蛮很多琐碎的事情要确认，对，那就是想到什么就赶快问，还好现在有 LINE， 是，对，有 LINE 上面哈，就变成说可能不一定及时就要接电话，嗯，也可以稍微晚一点处理这样子。是，因为杨姐办过活动，那个细节太多了，是包含比如说有乐器要怎么摆，然后要怎么运，然后人什么时候上台了哈，那你要怎么 cue 你的表演团体什么的，对对对，哎，板柜瓦当来打工仔还行扣，所以其实联络的细节真的非常多，对对对，举办一个活动也很不容易哈。好，来，那最后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会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民众如何来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哎。因为其实我们是，嗯，这次活动的门票是提供给我们就是我们资深青商会的，嗯，会兄会姐啦，顾问啊，嗯，他们的亲朋好友是分配这样子。是，但是因为很感谢哈，杨，嗯，姐今天来就是来推广我们这个活动，所以如果是各位听众想要一起来8月1号、8月2号来看演出的话，我们会预留100张票，是，好，然后你那就请各位打电话到215-9925，是，好，那个我们的年轻的王彤秘书长替您服务。OK，嗯，好，所以有开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锁票就对了。对对对，哦，OK， 215-9925，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观看那么棒的表演，里面还有新传大师。是，那同时呢，这些公益的团体，你们包含这些公益的这些营，我们讲的公益的这些费用也会捐赠给我们的特殊学校做公益活动使用，然后做他们学校内部营运使用。对对对，好，今天哈，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好朋友，高都资深青商会的会长邱志清会长，还有我们的王彤秘书长，两位好朋友来到杨姐节目，谢谢两位喽。好，谢谢杨姐，谢谢。马刚侠，天亮平会收听啊，我是杨姐，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我们下回见喽，拜拜。心情很好哦，因为我满55岁，可以开始领原住民给付了。对哈，你有申请原住民给付？但老爸，你知道吗？原住民给付最多领10年哦。啊，真的吗？是啊，只要户籍登记为原住民身份，年满55岁且符合资格，就可以请领。但原住民给付只能领到满65岁的前一个月哦。而且你现在有参加国民年金，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期间，还是要按时缴纳国保保险费，这样满65岁才可以领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哦。那我要记得缴国保保险费，这样保障就不会中断了。哦耶！提醒您，领取原住民给付期间，同时符合国保纳保资格，仍应按时缴纳保险费，到65岁时才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取哦。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唉，没专长找不到工作，要去哪里学技术？吼，当然是找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啊，那里有多样的职训课程可以选择，像是工业、商业或是照服员训练，政府有补助训练费用哦。报名请上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网站，洽询电话733-0823。干呼鹅和鹤，好老板欢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啊，这么严重哦？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在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我们若要困进前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债主祖先，我们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碰七三三五四二三三，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请继续收听中道德轻松 OK 时间。健康的人生要倒找，做伙紧来听中道德，中道的心情就轻松，保你上最的好康。人生难免不如意，欢欢喜喜好放下袂记，搁有来宾一个陪伴你，予你一生拢会顺利。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道德，我是雷米。来红德哦，我是志烈。天气今天就热对不？啊，那天气一热呢，大家都爱生水啦，哈。啊，每一年这热天哦，你看哦，我唔记得伫电台哦，阮服务嘛拢是30年啊，哈。哎，阮拢一定要提起讲哦，热天的时阵生水爱注意安全。是，有阵时咱哦，你请用这个事情就无简单呢，红红又有个裂痂吼，安尼吼生莲吼，啊个离开咱的这个身躯边了，才会放心安尼吼。不过呢，伫咧一些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乡亲来讲吼，哦，我参加什么才艺的比赛啦，我拢伫咧接种强调讲吼，参加什么我拢无反对，但第一呢，一定爱会用受水。这是伊基本的，爱配比伫伊人生内底。是，你爱想看卖吼，伊咱哦，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嘛吼，啊，四面环海呀、啊。你若讲一方面呐、啊，你也当受水的话吼，你也当安尼享受做这个水上活动的乐趣。对啊。哦，加足好耍的嘛吼，啊，一方面是真正意外的时阵，伊买单救大爹性命。你看苗栗关吼，第一届这个为四天的时间哦，三天了。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既然发生吼、四个拢是毒水、生水哦，毒死哦，大人哦，大人哦，大人十波的哦，四条人命拢无救回来吼、啊，你想看买这個？伊买晓烧水啊，对吧？哈，有诶哈，会晓烧水的颠倒呢，哦，想靠谁？想讲反正哦，我来去跳水啦，啊，我来去游泳啊，我唔惊安尼哈，我跟你讲。嘿吼、发生这个意外所在，就是安怎呢？大家吼、有会去钓鱼啦，吼、啊有的呢是安怎去什么溪边、海边去生水啦，等等安尼吼。而且发生的时间，大家注意哦，拢是下晡时啊，四五点啊遐吼。大家想讲无伫头啊嘛，对不？啊，大家招招的朋友出去佚佗安尼，所以吼、唔管安怎啦，唔管你是外。会晓游泳啦，还是讲迄个水域，你介是外熟悉，咱拢爱特别注意着讲吼，咱伫个即个生水的时阵，还是讲钓鱼的时阵的安全呐吼、而且气象报告一定要听啦。啊对啊，有当时吼山顶一个落大雨，你唔知啦，用用安尼水冲来时吼。要走嘛走袂起啊！进前安尼嘛有迄落安尼吼，出动这个救援人员去救的，好加在迄个时安尼无造成了伤亡啊。对对吼啊，所以麦香温都说，咱出来的是说啊吼，休热的时阵，甚至讲是大人要带囡仔去佚佗的，有的爸母带囡仔去，嘛安尼发生意外嘛、有呢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啦。啊，另外咱讲到这個安全，即嘛休热对不吼？其实有当时要来上班的时阵啊，伫个路一看到一挂少年啊，看起来无几岁，可能国中还是高中尔安尼，可能爸。父母在上班，甚至讲根本无含爸母带到阵吼，啊，都来一阵一阵呐，啊，都啊食薰呐，有诶庙口啦，都啊咧佚佗咧创啥安尼，啊嘛，足接诶，听着讲迄新闻顶头，哇，啊、因为厝内底无温暖呐，离家出走啦，啊，含迄网友吼，怎安尼困啊，困到阵呐，啊，怎安怎安尼，啊，叫我
欸，十几岁啊，十五六岁都有新的，其实安尼新闻足多足多的啦，吼。是因为唔是生长在有规矩的这个环境之下，吼，即个囡仔较会出问题啦，食毒的啦，吼，啊，未婚生囝的啦，吼，哎，造成着咱社会困扰，造成着咱家庭的困扰。所以吼，在一处嘛是卖香温柔说，吼，咱老是说啊，可能呢啊是亲戚啦，吼，咱有看到厝边啊呢，阿姨你都一个少年啊呢，啊，你看伊交往这较复杂的时阵吼，那有当。是啊，吼，较加薄一个安尼吼，啊，买家也当家小家，比如讲有一挂社会团体啊，其实你知影无？咱台湾有足侪机构吼，诶，休出来时阵，一般足侪课吼，唔闹恁起出有分好食，搁去请足侪最好的老师来帮伊上课，拢免钱的吼。那也当向这个里长也好，还是讲向这个社会局啦、管区政府，你一通电话卡去，就讲啊，阮都真正环境较无遐尼好，阮倒有少年啊，安怎都安怎，你去将你的需要吼讲出来。其实台湾社会出温暖嘛，做者资源甲你斗三工诶，啊唔通讲吼，啊我都无法度啊，啊囡仔都讲袂听，啊怎安尼放咧互伊溜溜去吼？阿边咧产生诶一寡问题，其实吼，唔那是咱家庭诶问题，嘛是社会一寡问题。是，这个囡仔除了是咱诶这个许多人诶吼，这个家里是谁以外吼，嘛是社会一个资源呐。你好好来甲栽培吼，以后对国家嘛有贡献诶，贡献伫诶。是啊，我相信囡仔吼，伊毋是歹啦，因都是需要有一个正面诶力量，小甲牵一个安尼尔，啊咱都。加薄一点，尤其是对咱的时势啊，更加唔免。咱的这个责任是无法度推卸的吼。利用这个休假的时间，咱也看到时势有安尼安尼问题吼。啊，咱就安尼，会加用一挂心吼，对咱内底嘛，你对咱家庭嘛是有帮助啦。是，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免客气啦吼。服务中心的电话多多的利用，我们邀请学者专家来进一步探讨。空二二五六七八八九。抗日零二六七八八九九领导的这个专线哈，唔那是高代防护产品，嘛是咱生活当中好朋友的专线，要跟咱开讲诶，有啥物款生活当中的问题哈，拢会当哦，做你卡来哦，抗日零二六七八八九九。打开阮的梦，一步一步去思念，相爱的时间。人伫雪地长头鬃，将你握在我心房。阮的目眶已经干，用真心爱到地久天长。行过天涯风雨浪，我永远为你望，有情人的爱。红花虽然袂香，阮骄傲，阮稀罕，因为你花开不惊受寒冬。就算天地怨妒咱，阮也要双手揽，我一生最爱。你一人时间，人伫雪地长头鬃，将你握在我心房。阮的目眶已经干，用真心爱到地久天长。行过天涯风雨浪，我永远为你望，有情人。为你等，红花虽然袂香，阮骄傲，阮稀罕，因为你花开不惊受寒冬。就算天地怨妒
咱，阮也要双手人，我一生最爱你一人。行过天涯风雨浪，我永远为你望，有情人的爱为你等。多难，阮也要双手人，我一生最爱你一人。广告咯，咱拢知影愈来愈多这个健康报告吼，叫咱讲吼，糖的吼，食较少咧，卖食遐尼啊济。是啊，有诶吼，咱当然咱。日常生活，你只要诶，较接伫个外口食物件、食三顿诶人吼，啊，较有安尼朋友诶咧招诶人吼，你要闪开这个糖吼，诶，摄取实在是足困难诶。是啊，啊，你看哦，咱讲有诶人吼，伊是足自爱，嘛足强诶。你安尼食嘛，感觉讲我嘛无食偌济啊，我拢足小心诶。啊，唔讲伊本身迄个体质。微团的家族的，伊都是安尼啊，对啊，就算伊安怎强，伊嘛是同款，都有这个体质，伊嘛感觉足衰的啊，伊要吃，就无奈啊，伊吃了嘞，给我安慰感的，给偌好诶。所以咧，就比如你哪讲哦，家族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这个糖的问题吼，啊，也是你家己即马本身已经有诶啊，也当主动。伊个身体对糖的吸收啊，卖一个吸收哈，你啊这有路用的，有需要，咱才吸收安尼。啊，个有呢，就是你过去无强，身体内底一定安尼哦，啊卡足侪，啊一定累积足侪这个糖的，你爱想办法甲代谢出去呀。啊，袂真久你啊熬哦，迄毛病一个一直出来。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吼，摕着八个专利，就是双方面、一方面阻挡，卖让你安尼食入去，一直吸收。过来就是身体已经不断制造出来，啊个已经累积的糖的，帮你代谢出去。是啊，人体都非常奥妙，本身对糖的代谢，伊本来都有一个功能的。对、哦、啊，问题是吼，你长期呐吼，无咧控制的时吼，哇，糖吃一堆的时，迄、那个功能怎啊无去？咱即摆的苦瓜生态就是甲你的功能甲你找倒转来。啊，你啊想看咩？咱平常时啊吼，安尼吃啊悠悠呆呆的吼，啊，这个糖的吃了伤济的时。你不甲清清的吼，咱只苦瓜生态要发挥的作用，速度会较慢，所以老师呢特别添加悠悠金星丝的零脂肪，伊的作用就是安尼沿路只悠带带的，先甲你清清变变吼，苦瓜生态咧发挥作用的速度都非常的紧。是啊，咱讲咱的苦瓜生态是有密码的哦。7346DA 这个序号哈，迄、是咱台湾的骄傲，然后摕到世界专利哦，一确实会当加速帮助咱糖的这个代谢，所以哦，就适合咱的体质，就适合咱台湾人来吃特别有效。为什么摕到这个八国专利哦？大家即马全世界拢在抢哦，所以听众朋友，咱有做一好朋友哦，讲啊，我这糖的困扰哦，控制已经吃过了十年啊，唔讲哦，虽然。逐礼拜哦，逐三个月啊，拢有等于抽啊，拢有检验啊。唔讲呢，数字看起来敢那安全，人煞一直退步。像安尼，你爱赶紧的用这个天然有效的这个苦瓜生态来帮助你哈、哦。啊，咱今麦父亲节感恩的大回馈呢，这个大洲的犹太3+1啦，和你去三罐的焦糖草、苦瓜生态，原价8000七，啊，佮有一罐价值2800块6倍浓缩的冬虫夏草，和你安尼吼，这个利水器吼、哦，有这个有修补的问题，啊，过滤功能无好，退步的呢，咱和你安尼加做伙，去糖小铺，和你糖代谢，佮放尿无铺吼，安尼加加是偌济，11500块，即卖犹太哦，只要6000块，父亲节特惠啦吼。3+1只要6000块，看咱的服务电话，02567-8899。把这个犹太和爸爸较轻松的哦，02567-8899。吃了中昼顿，快乐的心情，再泡一杯好听的中昼茶。不吃不可，不听不可，非听不可。无吃可惜，无听浪费。听台湾拍拍照，有听有 Bobby， 无听的。
米粉店啊，你扫涂骹就扫涂骹，是安那将迄粪扫规个拢扫过到这边哈、啊？我咧惊你哦、喔，是安叫你顶个骗我讲要去病院照顾恁翁，吼、哦、叫我着照顾你的后生，结果是要趁恁翁出差吼、喔，啊去跳舞啦，害我刚才怎么互恁囝吼吃一个吼、喔、倒去。哎哟，你看隔壁打做生意这么久啊，安尼吼，啊哎呀，甲我照顾一届，阮囝安尼食你一寡物件安尼吼，这暗度啦，天昏到今嘛啦，我甲你讲啊啦，我要来吃好人客啊啦，来啊来啊，来吃我啊，来啊来啊，大家来吃两个 Q 胖的这个猪脚哦，进来哦，来啊来啊，大家来吃蚵仔米粉汤哦，头家啊头家啊，头家，哦，你要吃米粉汤哟？香肠、烟肠、切。哦，我试试，哎，看要切偌济拢不要紧啦，嘿。切五块。啊，看你咧。啊！你唔着讲较紧咧，啊！吐超我已经切五十块呢。啊！头家啊，真来是要偌济钱啊？七十块啦。我要。哎、我在。我咧做啊。我买袂起啦。买袂起，你唔较早讲，我已经做好啊呢。啊！你是来了安尼晓啦？哎，搞死囡仔，去边啊啦，要妨碍我做生意。哎呦，人讲有做现世报啦，你看。透早无讲德行，那个粪扫扫出来我吃，马上有报应啊！真是，人客过来啦，无时间插你啦啊！老哥，那个是你？紧，小水啦，我的舌头好干冰凉着啊啦！哦，我俩准你是真正安尼大智的，原来是去学干冰凉掉的哦！来，有解就好啊啦！哈哈哈。哎呦，哦、你嘛咧笑亏、哦！好多了。那迄个干冰黏着这个喙齿啦。哦，我拄仔去喝了迄档的干冰汽水啊，啊，结果啉伤紧，舌头被干冰黏到，哦，足痛的呢。干冰汽水、哦、我嘛捌啉过啊，头一过听讲吼，有人去学干冰吼黏着安尼喙齿耶。哦，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哪有人像你这样嘲笑客人的啊？无啦，像你这种人客吼，较少啦。啊、奇怪啦，哎呦，我跟你讲啦，雅琪亚摆摊注重人气，只要有第一个人来，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啊，其他人看到有人买，就会想要围过来吃吃看哦。哎呦喂啊，讲话前爸爸放晒高芳达，有影，有道理。这个查某囡仔够巧，哎，来，查某囡仔来啦，哎，来吃我的猪脚啦，哦，嫩够 Q 够胖呢。猪脚有加一只的够皮肤哦，一份80块尔。来，阿姨家姐，别安尼抢人客哦。来，高兴囡仔，高兴囡仔，吃我的蚵仔米粉汤哦，一份70。可是我只有60块尔呢，钱不够啦。快紧啊！你高兴囡仔嘛，剩你60就好啦。哇，谢谢叔叔。我跟你讲，小朋友，你真正有眼光啦，吃我的蚵仔米粉汤就对了啦。我偷偷跟你讲哦。隔壁的猪脚偌无卫生，你看，那粪扫一大堆啦，啊，胡须蚊啊嘛一大堆啦。你做这讲啥哈？啊，妹妹啊，我跟你讲哦，吼，你莫听黑白讲哦，查某囡仔人，你想要水吼，啊，皮肤像迄女明星、名模安尼，你都爱食猪脚，爱食这胶质、加质，皮肤才会水，知影无？啊，你讲你敢若剩60块哟，无要紧啦，其他拢算阿姨请你啦。今仔日吼，你要食啥，拢算60块就好啦。隔壁边呢吼，边呢吼，你袂先过分吗？啊，80块少甲60块，你敢管？袂用的吗？向哥，你边来讲我歹话，要抽行李。来，司机呢？不，囡仔，来。哦、我今仔日吼，要改拼一个啦，我一碗吼算30就好啦。米粉里面，啊，你真正袂安尼？安怎？来，妹妹来。哦，我今仔日吼跳楼大拍卖，一碗30吼，阿姨这个。低卡一碗20，搁送豆干。哎呀，还无够俗。来，买来平哦。我跟你讲，你一碗20搁送豆干啊，好啦，你一碗20送豆干，我嘛赶快一碗20送豆干，搁含税啦。含税不是你跟我税哦、嗯，我跟你讲哦，含税就是退五趴给你啦。啊，来观光客的知含税意思啦。哦，第一次吃夜市的米粉汤，还有这样子含税哦。那叔叔，我决定吃你的米粉汤了。嗯，哇，就好吃呢！别浪费哦。哦，谢谢叔叔哦，啊，叔叔阿姨，再见！再见！阿米粉里面，你看，正经的嘞，啊，咱店头头前安尼哦，哦，我排队排这么长呢。
哦，头家娘啊，我咧店里拄则讲迄20块个三头干的这个猪脚。哦，对，我要食你头拄啊，迄头家娘啊，迄猪脚送头干的，米粉汤啦吼。恁这老伙仔嘛咧趣味呢，人个是卖迄个囡仔，迄囡仔是孤儿，你知无？啊，搁拍太拍太呢，啊，搁大只大只呢。啊，恁食个这个会所啊，一碗猪脚搁加豆干20块，安尼恁也相信哦？安尼我唔得拢哦，去卖出来给恁食就好啊，笑的有影。这两个拢在骗人的，拢在骗人的啦。人生怨叹无路用，谁人无家庭？情如何歹相当情，自己爱分明。我苦比草未停，怎无停啊，怎无停？凡事着意只爱坚定，才袂予人来批评，过着才公平。通好用，认真打拼不通停，创造着前程。我苦比草未停，怎无停啊，怎无停？凡事着意只爱坚定，无人来批评，过着才公平。向真情，伫此见公平。我苦比草未停，怎无停啊，怎无停？凡事着意只爱坚定，才袂予人来批评，过着才公平。广告咯，李碧啊，嗨，咱若行的路吼，看人骑机车伫咧送垃圾，安尼四趟五趟伫咧载，啊，为着生活吼，这样拼死伫咧奔波，你有啥物感想啊？哦，我也唔甘呢。哦，你看在遐尼啊当着，你安尼讲，我想到咱一个好朋友哈，住咧台客的许大哥。许大哥，伊就是咧上家属，你知道无？啊，伊吼有卡电话吼来服务处，甲咱分享。嗯，伊讲伊哦，有当时啊哦，一天哦爱走10几抓。几抓？因为吼登机跟搬家属拢用同一个姿势啊。登机吼安尼举安尼扛吼，这肩胛头边来自在会掉啦。唔呐，肩胛头哦，啊个连带迄个腰，嘛会酸痛。这个时阵好加在吼，柯大哥有讲过。哎呦，身体爱顾啊呢！对，伊讲吼，伊就是听人讲明朝御膳丸会当强壮筋骨。迄当然的咯，爱特别来食呢。都开始食的时阵吼，伊讲
手还有肩胛头的酸痛哦，豆豆啊好啊，哎着吼，继续耐心啊吃，连腰部的酸痛哦，嘛豆豆啊改善。哦，伊即马讲吼，伫咧肩胛处的时阵哦，哦筋骨变有力啦啦。哦，我听呢哦，真正感觉真欢喜，有够好诶啦。是啊，即马来听着电话讲肩胛处要上四楼、五楼，同款哦，一克啦一克啦吼，一直甲扛起哩。哎，肩胛处吼要上几楼吼，没有问题。咱的明朝御膳丸吼，因为伫个热天日头上个炎的时阵吼，经过高吹高晒，吸收日头的这个氧气，所以哦，食完了后会感觉讲吼，充满生命的活力。中道的好朋友，咱若要强壮咱的筋骨，明朝御膳丸服务电话，你即马赶紧卡，空二二五六七八八九九，空二二五六七。八八九九。以上广告别墅之地一零八零六零一二四号，卫蜀城之地零一五零八七号。吃了中昼顿，快乐的心情，喝泡一杯好听的中昼茶。啊，赞啊！科学愈进步，人的身体却愈退步。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吃高发的中药。李老师的时间，等下中道第一现场来欢迎生涯专家李介胜李老师。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嗨，李斌你好，记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同你苦太太讲，听中道第已经半年啊。哦，这算。新旧同学，中古同学。你们边问老师吼，讲以为咧脊椎侧弯啦哈，困到半暝啊啦，冰心的心，翻心的心吼，哦，腰都有够酸的啦。哎呦，啊连冰心拢就困啦。哎呀，翻心都安尼吼有问题啦。你问老师吼，爱食虾米安尼？啊，敢食还好，因为谁个讲不有意呢？哟，谁人来公布有意思？哦，是这脊椎侧弯，今嘛刚才就普遍吼，很普遍。因为有些人呐，讲姿势不好，比如讲，咱的工作啊，你做工课啊，爱都爱起一边啊，对对，啊，就很容易导致脊椎侧弯。啊，有的是讲爱翘脚嘛，会呢，会也会，哎，翘骨啊，啥拢会对不？啊，是讲姿势有关系，啊，是讲莫做发错动的少年啊，啊，莫水泥啊。啊，摸什么吼物件啦，吐沙啦，啊是摸罐头啦。你甲想，你摸罐头那可能一摆更两箱，一定更一箱嘛。对啊。啊，一箱是不是更一边？对对对。啊，你过来就导致脊椎侧弯啦。人就会起起啦。对。像阮翁啊，伊早打我实习，十几年前实习老师的时阵，伊是剁手，因为伊煮面对吧？我开餐厅，伊做迄意大利面嘛，一定一手嘛，啊拢剁手嘛，对对，对吧？啊伊拢伊讲迄面吼，一定爱铁锅，炒起来才会香，啊铁锅够重啊，啊你看一工啊。煮一百瓦分，伊迄倒手吼，厉害厉害！哎、我甲伊交往无偌久的时候，伊就讲伊早起起床的时阵吼，迄倒手吼，无听话的呢，啊，所以嘛是安尼讲安尼搞搞起来呀、啊。是，没错，哎呀、啊，所以脊椎侧弯这个问题哦，咱来讲一下，确实脊椎侧弯这个目前这个病吼，谁是无有医啦？吼、哦，这个他也没有讲错啦。啊，脊椎侧弯的原理是什么？咱都要讲过，就是姿势不好嘛。对啊，不好，简单讲就是导致你的肋骨都起起啦，是弯起有侧弯就是起一边嘛。哎，啊，这个弯起了吼，会造成什么情形？那比如讲，咱咧看迄个电线杆，哦，咱咧电线、迄电火条，对对对，你个想哦，这个电火条呐，给你起一边，会造成安怎？啊，歪起呀、啊，歪起呀、啊，对啊，啊个未知呀，对啊，啊歪起的时，咱电话条一般拢两边拢有迄、那个电线，电线个固定掉的嘛吼，吼、咱有迄个牵线固定，还有毛电缆嘛吼、你个想哦，即摆起起的时，一定都是一边的受压力去，啊对啊，啊一边的受压力又伤硬，啊对对对对对，哎，啊你来歪紧个火正。你顾月清，隔壁也去优秀完，迄个所有人等伊。啊对啊，哎呦，这恐怖嘞！没看咩啊？哎，对，没错。那你脊椎侧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问题来很重要。像这个脊椎侧弯，吼、哦，已经甲造成讲歹困啦，
哦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而且连冰心都这样艰苦加精神呢。对对、嗯，所以这个情况、哦、因为安呢，咱都要紧加恢复，你无紧恢复，也影响到你的睡眠，你的身体越来越坏。对、哦。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讲，比如讲。你若是食这个诶高发的中药粉，嗯、你爱食一羹两包，是、哦、要加倍量啊啦，要加倍量，嗯、哦，而且诶高发中药粉佫一个好处，食了较好困嘛，是诶来对有迄个水杯珍珠粉、啊，对对对，系啊，困眠是啊，过、啊、来高发中药本来就强筋啊嘛，嗯强筋壮骨，强筋嘛，哦，即马这个筋啊强了了嘞，诶、欸，这个又要修完这个筋吼。已经有补充营养，对啊，对啊，也靠力咯。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哎、欸，教老师的方法，咱中药粉一天吃两包吼，嗯，吃个两礼拜了，哎，筋较袂酸啊，哦，甚至于说，你吃，你吃个三四个月了哦，你若讲三四个月以后去检查，谁会跟你讲？哎呦，哎，你这脊椎侧弯虽然是腰弯哦。较无遐弯啊啦，然后遐幅度倒倒啊转来，嘿，因为咱的筋变强啊嘛，啊变强时伊弯会掉，嘿，倒倒甲你弯，倒倒甲你掉转来，哎，对对对，倒倒掉转来吼，啊，当然，如果说你这脊椎侧弯啊筋固啊，一个造成骨质疏松，啊对哦，啊，这个时候如果你那是高发的中药粉，佮加两粒的珍珠肉粒。